你把它抱起来。过节了，我们今天这边路上车子也不是特别多。亮亮，你干嘛拿个水桶啊？本来家了，还用不到油啥？下车。哦，你买了那么多桶干嘛？就一桶啊，一桶。哦。我公公说要叫他买一桶油漆，还有可能要有什么东西。偷吃，哦，我以为他在偷吃。哦，真的是吃的吗？这不是巧克力吗？有没有花生的？上次你不是买过吗？没有，我没有买过这一款。你说。这买几类的？两盆都一样。看看婆婆烧了什么好吃的。粉丝哦，这个是鸭子。哦，这个鸭子颜色很漂亮。哦，倒过去是不是？这鱼。哦，都有点冷了。个，这个加拿大蟹好吃吗？哦，不是你买的。看 Annie 都瘦了，瘦了 Annie 啊。喵。你妈找不到呀？你要不要这个？要啊！你要啊！你确定你不要吗？啊？他说他要，他点头。那还给老爷爷吗？留一点爷爷好不好？哦，好啊。你看我弟弟好棒啊！那，再来，再来，来，成功了。来一个。哎，上次一弟弟一顿吃了三个，哇！哇，这螃蟹那么大，比我的手还大。我们拍照的时候反过来好吗？哦，拍照的时候反过来。看我婆婆，她好懂啊。弟弟，你把它抱起来，弟弟。哦，那走了。弟弟，你把它抱起来。一弟。好了，妈妈，我想吃。奶奶下一次要买给你吃啊！弟弟把袖子卷起来吃，全是粉丝。打点鱼给阿姨吃吧，她螃蟹不能吃，最近都瘦了很多。她那几天是又吐又烧，可能。14万的磅。加拿大吃东西好吃吗？14万，一把。我觉得好吃的是那个蟹好吃，那个叫什么虾？帝王虾。对对，帝王蟹肉多一点。这样叫贵了。当时帝王蟹一只都要100多块钱。谁跟你买东西？啊，那上次我们买的多少钱？200块啊。200块。啊，哦，可以。一个好的啊，一只好几磅。那个就不了200块钱。那个肉多一点。各位，你真的瘦。下次也瘦的好多。那样吧。他上学的一个礼拜没去了。你想想，你好牛呀！一个走了，还有一个。你看，鸭腿已经啃完了。好不好吃？要不要再来一个，弟弟？再一个。鸭腿好不好吃？要不要？不好吃啊！哇。用这个专门吃螃蟹。那个泡菜你要吗？不要了，我家里有泡菜。鸭子都快吃完了，好香啊！我们现在来，那么凶，不要下去啊，吃饭啊。今天弟弟吃的。他们说我就是那么大声不住声，好像打架一样。快点。说话好大声！你吃饱饭啊？
我也能干，你昨天我过来唔得，香都走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哎，说吧。说是比龙虾还好吃。哎呦，哪一个重一点啊？哦，两个都很重啊。那挺好的，重就好，轻的话就不好。我天哪！大不大？这么高、啊，我吃这个吗？哦，我以为你是给我吃的呢。哈哈哈哈哈！他发给的。啊，好像你那个还肥一点哦。不用不用，你吃肥的，我吃瘦的吧。那几家，十九街还二十街那边有一家温州人开的，蟹黄炒饭，对，好吃，但是很贵啊，几十块钱一份。哦，你看，哇塞，哎，这个是那个蛋黄豆腐羹也好吃，那、哦、不是蛋黄，蟹黄。爱你。这个叫珍宝蟹，不是说加拿大蟹吗？啊同样的都是不同的名字吗？不同名字，我就刚才叫叫那大虾，我都分不清。那个是温哥华蟹，这个是温哥华蟹。嗯，哎，我分不清楚了。就是那个珍宝蟹。好吧。我分不清楚是珍宝蟹还是加拿大蟹还是温哥华蟹。多给两块钱到他家要。刚刚我婆婆说叫我吃这个蟹，我说我吃不完，她说她自己昨天也吃了蟹，前天也吃了蟹。刚刚去买菜的时候可能捡了20块钱，这条鱼呢是22，所以呢就是这条鱼花了2块钱，运气超爆的。妈妈，哎，我们该去那个大饭店给啊。哦，好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冬瓜这么大，这可能有几十磅哦，这个20几磅，那个有50磅，50磅啊。弟弟啊，比你还重，弟弟。我婆婆说把这冬瓜分开来，一人吃一点。我要贴的毛豆，找回了。硬老一点的好吃，对不对？这个老老的好吃，很好吃。小心手哦。那你就不要给人喽。我们一顿的吃很多。我们一顿也没吃那么多。这么多啊？那你都不需要给人，就直接吃完。我不要煮那个大瓜了嘛，不菜了嘛。哎，我们煮瓜也不煮菜了，吃不完。啊，太好了。哇，那个肉太好了，老的好吃。等一下，还要去 Target 吗？还要去 Target？ 那你干什么？你去 Target 干嘛？买裤子，你跟我说。哦，买裤子啊？下雨了。去超市买点东西。轻轻的发的点。弟弟说要吃汉堡，我买过来放在汉堡中间。那个保质期到什么时候呀？会不会？我看一下，12月11号。哇，这边汉堡，这边包包全部都空了。你喜欢这个？好，给你拿一条裤子吧，这件也挺好看的。裤子来一条，这薄的，这条3块对折。我老公又看中乐高了，他小时候没有买到玩具，现在看到乐高就走不动。哪里？我是没信号。I couldn't find it. 这么多113。有点像我们家乡的欧钢哎。